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小七。我今天所在的位置呢，是新北市新庄区全新开幕的一个百货公司哦，叫做鸿汇广场。那今天为什么来这里呢？因为今天哦 ，Volvo 在这里开了一个移动展示馆哦。那这展示馆当然不是正式的据点哦，但是呢，它长期的进驻在百货公司当中，这也是 Volvo 亚太区呢，继东京以及韩国的首尔之后呢，台湾算是亚洲地区哦第三个开幕的地点。这个展示空间呢，哦是 Volvo 的新北市的经销商凯瑞汽车所投资开设的。凯瑞汽车在鸿汇广场这个据点呢，是常设性的据点哦。那除了说新车 Volvo 的展示之外呢，那当然最主要的还有设计餐饮区，让逛百货公司的民众可以来鸿汇广场休闲之余呢，也可以在这里轻松的喝杯咖啡，吃一些精致的糕点。在现场也有 Volvo 的精品来做展售哦。这个全新的广场也是新北市的这个居民啊假日非常好的去处哦。那以上的资讯就提供给大家喽。好，今天 Volvo 新北市的经销商哦，凯瑞汽车在新庄的鸿汇广场开设了一个全新的据点。那当然，这对 Volvo 来说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尝试哦。那我们今天也访问到了凯瑞汽车的林董事长以及董事长的特助蔡小姐来，我们来访问他哦。那首先我们就先请这个林董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据点哦，当初是有什么样的构想来开设这样的据点？当初其实我们有在想说，以新庄副都心这边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据点 location 来讲的话，这个 mall 是在这附近唯一的一个 shopping mall， 所以我们在想说，我们既然在新庄会有一个据点之外，我们也希望做一个延伸，然后把一些生活的一些 lifestyle 的东西可以带给我们的 Volvo 的车主。那请教特助有关于这种比较创新车子的展售的方式您未来在这个据点的想法上面有哪一些比较特殊的地方？我觉得我们这个新的据点跟一般的展间不太一样，它比较贴近生活日常，所以我们这个展间是比较走比较温馨跟有一点温度的是。林董事长，我们未来凯瑞汽车除了说这个据点之外，未来还有什么样新的一些规划？凯瑞汽车目前在新庄的中正路58号就是在奥迪跟Jaguar Land Rover 旁边，我们也会有个全新的一个据点，是未来大概全台湾或者是全亚洲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旗舰店。那预计什么时候开幕呢？我们大概12月左右，那就是今年2020年年底，希望就可以开幕。那特助，有关于这个全新的据点有一些软硬体的部分，有没有比较特殊的地方？我们的硬体的部分的话是，你们眼睛看到的家具跟家饰类全部都是从瑞典空运进口过来，是为了让大家可以很深刻的感受到瑞典的简约奢华。然后再来，我们还有我们的意式咖啡机，还有我们的手冲咖啡，就是走比较一种 lifestyle 跟很惬意放松舒压的一个赏车环境跟体验。那林董这个当然凯瑞光电在踏入汽车界之后算是非常用心的经营汽车经销商这个领域那未来汽车的销售这个领域呢，或者是服务这个领域，在你集团上面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现在集团内也在看有什么不同的生意模式可以去创造出来，那所以未来我们会跟国际富豪这边去做很多不同的一些尝试，能够创造出更多不同的一些生意模式出来。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也非常欢迎新北市的朋友特别是在新庄区的朋友可以来鸿汇广场，现在也刚开幕那在一楼的地方有我们凯瑞汽车的移动展示馆在这里不管你是要来喝杯咖啡或者来赏车，大家都非常欢迎好，那我们的林董跟我们特助跟观众说拜拜咯。拜拜。
拜拜。